然后接两三天来，我们已经挂病号已经一半了，但是我们一直在补充人力。那有些人病倒就没办法了。那在一次的排开过程当中呢，几乎没什么能见度，所以说用手机摸有烂泥巴。成功桥那边有在垫钢轨桩，是很危险的地段。哦，我今天穿的该是防寒衣，我这整个都水都不会进来。那你看我这个水都进去了。哦，那我们国家，我们的中央政府一定。1800万拿不出来吗？只有600套买不出来吗？买不出来的话，我就说过，我任务结束，我回去卖房子，我来买。让一下，直接吹 N 啊。可以啊。要替这些请教讲个计划，你要让他们救火上山，什么都要做。连那个干式的方案都没有给他们，他们怎么受得了呢？